相似，大树呢不着此岸，以不着彼岸。然后水水安尼一直流落，也不沉水底，也不合周泽，不合的心，这读作合，合的心，白去往迄，你若讲吼，这条河中有一个小丘，哦，小沙丘，诶，再像淡水河有无？无，这块的小沙丘，啊嘛，白去往这小沙丘改掉。不合就是不被阻隔了，不被这个小沙丘阻隔，那也不入回复，回复就是跟他漩涡了，嘛被落在漩涡里底，他嘛无去用跳去哦，人不取，非人已不取，或者是呢，这茶嘛无去换，当随水流呢，顺去流注，迅注于哪里呢？到大海。比丘白佛说：“不是世尊，我说比丘亦复如是。意思是讲，佛陀讲哦，出家人嘛是爱安尼啊，不着此岸，不着彼岸，不沉水底。在472页，不合周泽，不入回旋，人也不取，非人不取，又不腐败，当随水流，临去留住，后出涅槃。”只是讲吼，要做到安尼吼，做难容易啊。为虾米呢？因为吼，你想看卖，这一条一源头要流到海大海哦，这中间有偌济阻隔呢？有偌济阻碍？所以，那么自利跟他利哦，真的是不容易的哦。所以我们说活力哦。活力，那么活力跟缘起力哦，挡不过业力的。再来下一段，比丘白佛，那什么是此岸？什么是彼岸？什么是沉没？什么是周泽？什么是呢？漩涡？那如何人取？如何非人取？如何腐败？善哉世尊，为我广说，我闻法以来，当读以静坐。前那还单独进出呢，减少魔障。所以吼、哦，恁无出家，但是哦，恁家己吼爱好好选择你独处的时间。在工作上也是，在家里也是，该插的时候插，哦，休，然后闲落来吼爱赶紧用功。单独一静处，减少魔障，专精思维，不放逸中，乃至呢，自知呢，不受惑也。尤其恁还阁特别还阁注意者，恁特别还阁注意独一静处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吼。阮当寺庙内底有较安全，啊，你毋是，无通阮当寺庙内底吼遐遐安全，因为外境真侪，考验也真侪。啊，现在，有哪时啊，毋是咱家己看袂好势，迄周遭的人哦。讲话嘛是会甲你转去，就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，那两个例子，你讲啊，你安尼不好哦，安尼你心就叫转去，所以吼，你安尼啊同款咧救人，啊你安尼行，你袂感觉吼，无需要安尼行，啊安尼你心啊还佫不坚定，嘛是佫叫转。有一些走，这修行的走法哦，你若家己无掌握做好势哦，很容易被轻浮转走。不由
所以不是要跟恁立敌的意思嘛，不是要让恁做公敌哦，到时我变公敌我来啊，不是安尼哦，这是为着吼要，这是主必哦，要成为大众的依靠哦，你个家己哦，先袂向，袂向潦倒，你才有法度做大众的依靠，然后做大众的船只啊，渡岸的船只。我告比丘，此岸呢，那就是内六入处；彼岸呢，就是六外入处。入取者呢，啊，人取者呢，就是如果有人呢，一习尽俗人，或者是呢，有些出家者啊，若喜若忧，若苦若乐。比比所作，悉与共同的始终相随，是名人取。哦，这个我都要讲，很容易被转。你看，有一习尽俗人跟出家者哦，所以讲，这两头会向转的，不是讲俗人而已，连出家者，讲的话，另外也叫转的。多位哈，多位哈，你会当碰到一个吼开悟圣经吼，啊若无吼，嘛毋是讲吼，啥物人讲的话吼，拢家听吼，这样理解吗？我也不是说不能听哦，吼，你们千万不要，所以未使甲听一遍的话哦。只是讲吼，你家己爱有一个主见吼，你家己爱掌握的好势，啊无人取的是被魔，叫魔杖蝌蚪。再来非人取者，犹如有人愿修患恨，我今持戒苦恨修诸患恨，当生再处天上。是非人取，意思就是讲，有那时啊，咱的念头内底无想要来临感行菩萨道，所以有可能就单走去天境去啊。在这个部分，在《大般若经》内底，他有强调说，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的菩萨，只有两个地方比较有可能。就是呢，人中时呢持终身，以及呢多率天时呢持终身，所以只有两个部分，两个地方比较有可能行菩萨道，临干干多率天。三界来的，不一样，这是大般若经来的起来。为什么多帅天也算？因为多帅天的。